한다고 말해줬다면 믿어줄 수 있겠니? 넌 오직 상처만 받고 있었지. 미안해 baby, 네가 없는 현실 너무나도 비참해. There's no one, 너 같은 너만 고통받고 있는 게 아니야. 나도 아파 yeah baby, baby I owe you, means I love you, and nothing else will do. Baby I owe you, oh yes I do, an explanation. 잘하는 것도 많고 하고 싶은 것도 확실해서. 야! 今天是Ian回去之后拍的第一个 vlog， 然后老实说，我现在有一点点的不太习惯，因为不知不觉我们已经就是长时间相处了三个礼拜了，然后现在就早上起来的时候发现，旁边没有人的时候。只是觉得心里有一点空虚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感觉。不过呢，的确是有一种是生活恢复到原本的步调的那种感觉。但现在不用隔离，所以其实我们之后见面的频率应该会比之前就是高蛮多的。题外话，就是Ian来的时候不是一直过敏嘛？然后我那时候想说，我地板也吸啦，床单也洗啦，那为什么还会一直过敏呢？我后来发现，我已经先吸完地板之后，我就拿那个湿的拖把，然后要拖了一遍。Oh my god， 真的很多灰尘。然后我也约了师傅下个礼拜来清一下那个沙发，因为我觉得我沙发应该蛮多尘螨的。然后呢，大家看到我这样子就知道我等下干嘛呢？没错，我等下去做瑜伽，所以我大概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，我可能我应该要洗个碗。是一些 sequence 里面多一点 core 的元素，就不是，我整堂课都在练 core， 所以啊，我现在肚子很酸。然后呢，我刚收到政府的简讯提醒我说今天要做那个 PCR， 所以我现在已经不是隔离 YouTuber 了，我现在是 PCR YouTuber， 这是我给我自己新的一个 hashtag。去到三十秒的时候，我们会进行第二段的注水，同样都是加入60g的水。很多的参数其实都可以作出改变，而每改变一个其实都会影响到咖啡最后的风味。
Looking for something new, not sure what hope to find it soon. Not trying to complain, but I could use a change. I risk it all, I played it safe, and it don't matter, the outcome stays the same. Nothing lost, nothing gained, I could just use a change. A little up, a little down, a little lost, a little found. 我现在要为我的一个影片做准备，有点害羞。我要先看一下我有什么衣服可以搭，然后这个穿搭我也是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忘记带口红了。我现在在212 Studio， 这个 Studio 超级漂亮，然后其实有很多影片都在这里拍的。然后今天是要拍 Killing 的令黑早杯，然后这是我前两天买的那个地瓜，现在是冰镇地瓜。我不知道大家啦，但我吃地瓜一定要吃橘色的，那种夏天的黄色地瓜都没有那么甜，没有那么好吃。今天的酒是那个日照夜幕的青色跟红橙，那我今天也带了电脑来工作。梳同依家个梳唔一样咯，跟住佢个梳明明好精神，下一个梳已经 What are you doing, Cindy? Oh, you eat mango. 奇怪的，更奇怪的在后面。你拍的，你拍的。喂 ，Hello， 你在家吗？那我觉得你先用我刚刚那个，哎呀，王哲明，王哲明，要不要走啊？哎呀，同 Rachel 拍，他喝醉了，好，我冇啊，他喝醉了，就咁啦。喂，我是要说那个你现在用我刚刚的那个 link， 你先去申请看看。抽到的人就有的 ，OK， 抽到的人，可以上一轮了。